今晚圣诞老人还会到我们家送礼物吗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 COVID-19， 圣诞老人来我们的国家要隔离14天。也许圣诞老人10号就飞来了，在酒店隔离了14天，今晚就会到我们家送礼物了。那要是圣诞老人先去了别的国家，那礼物什么时候才会收到呢？世界上有198个国家，如果圣诞老人最后一个才到你的国家送礼物，每个国家隔离14天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收到礼物？